香啊！宁睿，你快吃啊！哎，我问你啊，一般的剑呢是用铁铜造的，如果再好一点，可能也就是乌金啊、玄铁之类的。可是你这把剑非金非玉的，也看不出什么材质。你爹以前有没有告诉你，他叫什么名字？真是剑。我知道，我说他名字叫什么？真是剑。你装傻还是真傻？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？这把剑的名字就叫做这是剑。奇了怪了，你爹给他起这么蠢的名字？哎，这名字不蠢啊，而且这名字不是我爹取的，是我取的。爹，你能不能教我新的剑法？每天就练这几下，我连小猪妖都打不过。我云天青的儿子当然不能受人欺负，拿他练吧。这剑也太破了吧。他有名字吗？你是主人，你起名。我给他取名这是剑，简单又好记。就好比说我今天叫云天河，我明天也可以就叫云阿三，那我不还是我？这把剑也是一样的。你爹肯定不是什么剑仙，跟你一样是怪人。哎，女人，你不要说我爹坏话。哎，我真是受不了了，能不能不要老是女人女人的叫啊？男人跟女人他只是一个性别而已，他是不能代替名字的。哎，本姑娘韩灵莎，看你年纪跟我挺相仿的，叫灵莎好了。灵莎？哎，不是灵莎，是灵莎。灵。